宪兵队的张平义，就是你的好朋友哈。嗯，你讲是天杰？是啦，我是天杰。日本兵国最老尾人来搜查，到底干？我早都看出你是苏三三的。你身躯边可能有间接治疗。伊迄原拢一般的好人，请你放走一个重庆分子。风吹火无味，你就会色红，烈火上水，牡丹花艳丽。原来是苏三三的红玫瑰。是。